小包搭船回到台湾，下船人潮人山人海，因为台风步步紧逼，往返琉球的东流线宣布停航三天。不止回来的，要去的人潮同样大排长龙，挤爆船只。因为我们怕大家都一窝蜂，然后搭不上，对，所以就想说提早回来。原本可能明天才要去。就遇到台风，就赶紧更改一下行程。今天的货会比平常多吗？要过去的。会。一箱箱货品，民众赶着送上船，同样压底线要运往琉球。担心台风风雨，东流线共四家业者宣布，从26号到28号全面停航，29号则要看海象状况再决定是否复航。而高雄市区也全面备战。重机具启动，趴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上，可爱的蜜柑站长逐渐小风。白胖胖的样子慢慢低头，除了他，一旁的胖鲨鱼沙西米和他的好友瓦沙米跟毛毛虫嘎波，通通都得消风。刚好也没人呐、啊，可是之后他还会弄起来，可能像上次一样有一只滚走了。为了防台，25号到30号，小可爱们暂时先放台风假，而渔港的渔船同样绑上绳索，严阵以待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风台那袂惊，船那吼，稍微好等伊。用老一些啊，些啊玩的啊，啥事情啊？就怕杜苏芮带来可观风雨，高雄全面警戒，严防台风成灾。华视新闻网主刘俊南、周梦翰，高雄屏东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